可能是知道了蜘蛛的弱点还是怎么的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个蜘蛛跳起来是个人，结石和先知两个人。走哪了？哦，大爷的！看一下局势，两台，佣兵应该在这个方向，有可能在鬼屋。他来了，哎，卡住了，死，直接包捡。我可以拦截这个桥上的人，你敢过来吗？你没鸟，两个人都在对面了，守就行了，不让你过桥。好像是在修，看怎么办？不修电机，我在这边一直在攒集自己的丝，拖，接着拖，拖得越久，我赢的几率越大。好像是左边。好像是过去了。该回去了。把它包成一个屎坨子，做个推演。投了都没意思呀、啊。看看这边是谁吧。可能调香师，也有可能是先知。不对，再见。蜘蛛真不好抓，调香师太难抓了，换人。
抓先吃。哎，玩错了。走，亏呀，挂他！都被砸到了。踢球刀个锤子，再也不踢球刀了。我没聚钱，我踢球刀亏死了，重新修了。死了，抓先吃，先吃一挂死。还有墓地修炼机，跑了。修点亮了最好，点亮了抓前锋，开不动门。
中不了推演，事太少了。地窖在那边吗？有没地窖？这是走这边，我那右边肯定又是调香师，不想追。每次走那边都调香师，哎呀，那一又碰见了。是个儿子。早就料到这里是结石了。每次这边电机都没了，我就觉得有鬼。这是先知还是空姐啊？空姐。没住着，you
操！被屠了。跑得动啊！这边不放网了。哎呦，突来了！不倒了。OK， 你们两个人敢来吗？都是以兔死，不要兔死。